我喉咙是还蛮不舒服的，就是总是想咳，忍着。好，最后给大家唱一首《南方姑娘》。大家唱一首歌，一首很老的歌，《棉花糖》。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彼此牵起的双手，谁都不要放。去眺望在远方，细数快乐和希望，张开翅膀，我们自由飞翔。你就是我心中的。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，许下愿望。